哎，上海的像个啊，黄永富老师哈，哎，是一位的老师哈，像你啊，再来啊，这里，这里，这个。今日参加台东教会的领导，来到教务请求会议，啊，请求名，主干有名，应该做还没做完，今天实习嘛，不清楚办法的东西，所以来到应该来这边非常非常的少。啊，不过今日伊个就来去会议，那伊个还年纪小，啊就对伊个叫寂寞。就在因为要想到到大家分享嘛，也不大家想一下，就说我就今天在台上演讲的人啊，我的名字大家其实都很陌生啊，因为我没有出版什么东西，也没有做过什么大事，或我只是一个小学退休的老师啊，然后想在这里呢，有关客家的文化怎么样去传承，怎么样去创新，有一些想法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基本上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就像我们所生长土地植物所生长需要的土壤，而我们自己呢现在就是已经发芽的种子，像我们的年纪五六十岁六七十岁，我们经常就以一个植物的生命来讲，我们的生命已经过了一半，至少一半了。那么我们长得跟我们的长辈已经过世的长辈有没有一样，会不会改变，会因为气候，会因为时代，你生长的环境不一样，要产生不同的改变。那我们在已经生命已经过了一半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要做什么？希望留下最好的东西，让我们的下一代的子孙好好的传下去，对不对？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一个要有好的基因，第二个呢，要把这个土壤培养好。那这个土壤呢，就是我们对文化的一种选择，还有对文化的一种期待。然后讲这是我今天开头跟结尾都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今天这个题目啊，叫做2019客家文化传承的延续吧，对不对？然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客家人，客家音，这两个名词啊，出现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多久了？大家可不可以想一下？想，假如说你没有听过人家问你这个问题的话，也许你就可以想一下。300年，200年。还有没有？1000年，500，其实啊，我的答案可能会出大家的意料之外。真正客家这个“客家”这个字啊，这个名词，客家跟客家人出现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在文献上已经找不到。没有超过100年，没有超过100年。这个我这样子讲啊，是有证据的，还要讲究解题啊。我们客家有关客家的研究，
最早提出客家这个名词的人，他叫罗香林啊。罗香林的一个客家研究导论出版的日期啊，是在西元1933年。我今天问大家这个问题，还有这样子谈这个话题啊，其实有一个很深刻的用意啊。其实真的客家人讲客家话这一群人出现在世界上绝对不只是只有100年，绝对不是啊。但是客家这个名词，我知道，但是就在学术的研究上比较严谨的研究啊。那我想没有关系，就是这个话题我提出来让大家想一下啊。其实这里面我后面要讲的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罗香林为什么写客家学客家研究导论呢？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讲广东话的这一群人生活在平地，而讲我们现在所谓的客家话的这一群人就住在山上，从山上下来，因为人口增加到山下来开垦，那跟广东的原来的讲广东话这一群人啊，产生了很强烈的利益上的冲突。所以我们常讲闽客械斗在台湾，对不对？其实在广东他们叫土客械斗。哦，在民国17年、18年，就民国初年的时候，中华书局大家知道，中华书局出版了一个《中华地理》高中的课本。那他课本里面呢，提到广东的客家人他是怎么写的？他广东的山上啊，住了一群客家人。那个客是怎么写的？加一个犬，旁边就是客人的客，啊，客家人。好，这些人呢，在山上的野蛮人、非汉种，因为连课本都这样子写，所以罗香林他们这群学者，他为了导正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他才写《客家研究导论》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明天书局有出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是第一个。但第二个想问大家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常听到说闽南人跟客家人的关系不好？客家人碰到闽南人常欺负客家人，那客家人呢对闽南的印象是，就是跟闽南人常欺负客家人，而闽南人呢对客家人的印象是说，其实我不太喜欢用闽南人啊，我觉得好 low 了啊，哎，好 low 了，因为闽南这个也是人家外加的名词啊，那个好 low 呢，上周还欺负他们，就没有想到吗？多多好 low 呢，你不敢管他，管他上周还欺负，大家就没有敬仰哦。其实我常在台北啊讲客家话，就像今天我不知道哪个讲了，我就忘记了。我在办公室，我在教育县政府的教育局戒掉10年了，在办公室也是，我跟客家的朋友讲，搞他来时间了，他们说的公司是刚，哎，你都来搞哪一个的话？你到底讲哪一国的话？就跟刚刚的印象是一样，就是好罗耶啊，对台湾很久。从小到大，50年、30年，他不是讨厌广他，没机会了讨厌广他。哎，你还没去广他不免谈哦，到少少啊，自家不敢讲，很多都好容易，自家就不讲，才所有这些好容易，你就不讲他，所以别说至少有机会了，谈一点广他。不过，
后来他来关系模糊啊，也在对来，那个以为不是安尼啦。来搞两张礼仪放在那头，第一张是被金管服信做被布个金管服个的肯号，金6000嘛，来翻出来号，管，伊讲个是感动的意思，所以个他就讲哦，汉语里的客家这个观念哦，其实出现的是一种情怀。个人还是搞多，搿就将那个两万，将就了，将就了，哈！还有新做的红罗衣，那个林，林德秀了，林德秀了做帮正，一两天两三红罗衣，就带新做事的红罗衣。琼霞出现在古语做一只肯号，哦，第二天一只故事啊，后来他合作，第二只第一呢，第二只个主角的故事啊，后来他下棋，还有那戏里面，哎，后来他下棋也是这样，俺有一个主线，你得让我也想唱啊，俺阿太，诶，婚姻照想唱。这个背后的话，相机也是这样。依旧的说把重点就在给你带头的，这么比较刚好喽。他该特别伟大、重大、走些，然后这个说把重点啊，背后的话，相机也是在哦。这个摩托很好，这个头人应该想唱，这个应该这个说把重点也不怕考，他该说把重点。刚好我刚到牛嘞，大概当时摸满尾，摸满一批，一考嘞，应该那个采访的有一个表枪的，跟唱古调有考贵宾啊，对了，后来他相机搞黑了，长出来了，他跟大托在那相枪啊，这个说法没有问题，你讲起是后来伊那还有。这个秘密地安的，这个做法很有理由。其实，后来他们关系不好，下阵就骂三了，每阵就好容易打他们了，下阵就整天的伊嘛，就天理的伊，也通知的都未熟，伊当面关系无法以嘛，伊下无讲理。好。我刚刚讲的就是米克关系不好时，掌权者有意去操作的。日本是在日本时代在管客家人跟闽南的时候，他也是把你分化；国民党在管台湾的时候，他也是把闽南人、客家人跟原住民的分化，分化以后才好好管。其实你并不会天生就是怎样，关系就不好。如果天生关系就不好的话，你就不会结婚，你也不会当朋友，对不对？也不会当同事，这是我要想跟大家提的啊。那么对呀，你传统很多法，那就比较小三嘛，老太太啊。那你讲传统很多三个三角采茶笔啊，三角采茶器。所以客家一定要演那个三角采茶戏嘛。其实应该以前怎么样，经济条件不好嘛，才只有三个人演，甚至两个人也可以演，对不对？道具都很简单。等到现在有钱了，经济条件比较好了，你就可以怎么样，剧团就可以扩大，不一定要三个人演了。你的布景、你的服装、道具全部都可以弄得好。其实创新是很重要的啊！我想讲的是跟大家讲这个东西。还有一个童花，我们最近几年办的童花季，大家觉得怎么样？刚开始我是觉得跟客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呢，这几年啊，童花呢好像变成客家的一个什么象征，一个图腾。
比较提到同花就是客家，提到客家就是同花，这样有没有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对不对？这几年态度我改变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你看那个同花，在那个很多文创的产品里面，已经设计进去，你的服装，你的很多东西都用上去了。现在连很多客家社团怎么样，里面都会有同花。像我一个脸书上的朋友，他在南非的德班呐、啊，他叫南非德班台湾客家同乡会，他的会徽上面就有两朵同花。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这就是文化的一种创新。其实以后会怎么发展，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人知道。另外我想提几个有关语言的问题啊。时间可能有限，有几个重点想跟大家提一下。好，该闽南人好容易搞的高赞塔，还是高塔两个塔？你要再找给客家词典一下，七层塔那个七层塔，七层塔，好。是唐英讲，还是王英浩讲？吉安餐吗？老英干什么讲吉安餐好吗？其实该讲菜呢，比较无非啦。又得讲到七层塔的层才这样子讲。其实那个层啊，吉安，哎，你讲吉安餐的些个些呐，哎。沿着河岸走，人家沿啊。你老会音搞，双音搞，你俩在音对吧？你俩在音，就是同一层的人，同一辈的人。跟很深啊，河的沿岸那个沿。人家你搞人家让贴皮外，给贴皮过。穷人民，跟其人，其人差，跟差的，跟他的点子，用点子，那跟徐少杰老师讲话同的。好，啊，你讲，大家讲长那个鸟，那叫鸟，下面叫死了。你那个教育部的词典的下个。跟大鸟跟鸟跟宝盖头那这个叫好，跟叫鸟，跟鸟跟容易差差不多，那鸟的意思啊。其实伊系一种想，按新木鸟的能力啊，按以前买的那死鸟的，看看嘛，就叫死啊。现在的想法袂同啦，你家进票的好。你摸通你的使用主任主任的，就说你不同意用这个词的话，你可以用注音音标或者字母去把它标记下来，不要妨碍你自己的写作哦。安全力量讲来聊天啊，来讨论啊，杨英搞，英搞还是杨搞？黑空大嘴鼓吗？大嘴鼓的大家安怎讲？我只问用英文讲，哎，你来翻译下哦，对吧？发很随便聊聊，但是有一个主题，很发，讲你的你不管买来用英文买，但是翻译下。好，哎，聊天很没有主题的大嘴鼓，请采访。好。看到这个范围容易写啦，唔地唔在同音标的字啊。不好意思啊，我刚刚啊，我认为啊，语言要用70%啊，平常要用到70%，这个语言才可以活下来。如果你用不到70%，
平常治疗中有用不到70%，这个语言会自然的死掉。我念一个朋友写的哈，有一首诗，被冠系的黄卓全老师啊，帮卓越的卓，帮早天欣赏一下。一家方面的缓干改后台哈。一点两下哈，有时间稻香狗皮，稻香狗皮闹好了，该家当人当人的尴尬，认为阿哥、乃阿爸、阿太通通带着该。大白，见阿公哥的阿公哥的性格，像咱来讲，伊就是滴个为狗类亲子菜哦。还伊在这白阿公真好，咱来讲古，讲起汉室做个亲眷姻，数万多户就变一婚姻。忙记跳那么爬梯，就变中原因。虽然读书读到不打不起，也生于五十岁飞行机，就在韩国上张边界。阿伯、阿爸、阿妹，就生出到 RUAO， 结婚后才规划婆婆妈，爱的就是。就是中山医院的原因，不过读书读得是声音，喊地中山医院是把它削皮的。我们要不要看看我们的书包？我们这个也不重要，我们等于治疗要求这个，让他更好威胁。写日记、写作品，像跟某人在教书，讲蛮重要啦。而且用自家的语言来说的话，来沟通一点，用自家的语言来写作自家的作品。而你做得做到嗲嗲，而你就自信做一只堂堂正正的客家人。哦，还是再讲第二句诗句嘛。大家听讲伊学习嘅，到伊个来就比较体谅啦。本来想话大家发表下来，我俩还想买一种时间较多嘅啊，拍摄哦，还是成功多嘅哦，希望大家。大家朋友是老师哈，说到了我们像个张世贤啊，张老师哦，其实起码他哦，河工系毕业哈，他做过故宫博物院的哈、研究员哈、他是来负责什么的哈？哎、人家是像张世贤老师，大家好，我是讲黑板上有黑板文化艺哈，在我们哈，所以上次有所谓的国语乐团，首先，我想爱把你分纳水，多一盆冷水。传承文化了，创建文化的先决条件，含有相当多比例原因，含着跟流利使用语。现在你看看他干嘛？显然他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有他们文化的，因为有他们文化的传承老创新，应该会先面对一下个目的和受失的危机。1980年代，他们那个革命运动，听着台湾的民族运动。因为风起云涌，我家还要过一时，用一个小文章在高中语文课上
有地交，行业内部来参拜游客，就牵涉到甲中国银行黑文啦。大家之前是伊甲大家长期伊客家传统的客家风文上是，就算是怕来与客家人共保的体现加一多。也客家人参加公司的选举啊，大家好像好好的时间，我也好能感到非常的失望。上次多年来啊，你客家的福建人物，除了在搞重要的地方盘地，客家事务的比较的官僚机构。增加这位安插官员的别意外啊，至少我看到在附近客家人文化上又发挥了某个显著的功能，连你现今蛮古正气的客家的时候节目的内容和偏重吃喝玩乐。使用的语言要讲客家话，就要注意要当国的比例的非客语。那万一说失态的宗旨背道而驰，然后大家都记得哦，大家都知道母语是文化根，我们今天有很多先进也都强调了这一点，母语。流失文化将渐趋灭绝，最后会被其他的族群或种族同化。哈嘎因以前在党国教育体系下重新被灌输，讲母语没水准，讲国语才高尚的错误观念。母语几乎已被连根拔起，实在是没有根的。陈思凡讲十根的连难话，实际上我们客家人也真是像十根的一个足球一样，灾情非常的惨重，是可以说是重灾区了。那比原住民稍微好一点而已。母语我们濒临灭绝。我们怎么用来深含文化的传承跟创新呢？可以冲击在中式的所谓国语绕后发的双面夹杀下面，早已奄奄一息。以前我不会去谋生的客家人，我讲客家话，自己讲客家话。会不依技术，甚至会吐。以前有客家人转去，你都会去我这边客家人来讲的，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因为有一位客家话用词是六三，客家话是第三层，而且我们的语言呢，以致目前还有很高比例的客家人。是非不敢在外面讲客语，连才知道我看都非客语，面临所谓未读后的话，闹晚辈对话，汉堡已经丢弃，流失的速度必须得降低。又上次才电路广告，他们跟着我共同广播，那个叫说的说的。讲所谓的国语啊，那个新闻我都非常的感动。客家人，我感觉是家的族群为生命，是在到最后。在两种情况下，台湾的客家人就像你刚刚的温水煮青蛙一样，不就不知不觉啊，就摸给。我保存以前文化的动力，我的动能的哦，当自己被穷
搞用到线穿来着手，胸点也很干净的自尊到自信。因为你好，你好，绿法留在务实发挥，复兴客家语言文化的贡献，不仅作为沦为每年心理如意举办无关痛痒的业务的官僚机构，像那些厉害的文化语言能量系一样，他干啥事？当年还有那个文化能量系一样，老弄几个月那个。还有我们汤的中大镇文学生活园区，我正对一枪手烟台的温侯良等人，决东河北协定两国。从这边安静才给我们用哦，还有讲就必双游戏哦，对于他个人游戏的枪手烟来讲，我希望这个以目光多一点，很上瘾。来参加，我建议我提出非常的要求。首先，当年大家都演出也当理解，所以俺也以各级各委会以高教集团两种不同业为最重要的业务，常态性的每周在全台各地举办，两个多时间都可以。招收在地学员而以住宿为原则，两年大胆的建立了。半世纪以来，台湾取得人民自治，优先友好，倡议啊民族永和，已经让台湾转型为高度讲究人权的国家。我们人民如果遭受政府错误施政的造成损害，可以以国家赔偿法来申请赔偿，因为冤狱错误的司法审判而造成的冤狱损害，也可以以冤狱赔偿法来申请补偿。我在这里要针对我们在母语使用上遭受的打压迫害提出个人的看法。一些的党国政府对搞母语的和尚呢，加以羞辱或者罚款，导致目前的惨重灾情。如果有心要复兴母语，则应该要以国家赔偿法来的立法精神，宽列救灾的预算，作为对昔日语言纠正的一点补偿。这是我大胆的一个建议。在合乎会计法跟采购法的范围内，对参加语言文化研习者给予全程免费并且提供中餐的诱因，另外按里程补助交通费来提高民众或者学生参与的意愿，这样日积月累，母语才可能渐渐恢复生机，文化才有复生创新的希望。就像钓鱼要用鱼饵来一个虾鱼上钩的群钓啊，我问你的那位后厨鱼上钩，我认为参加也行，否则他宁可去外面兜风去游山玩水，难怪你语言文化会灭绝。另外，目前有些学校的母语教学只是聊备一格，母语支援教师的授课劳务所得偏低，应该宽列钟点费、教材费跟交通费等项预算，实质增加他们的收入，才能要求提高授课的品质。目前愿意选修课语的学生比例也是普遍的偏低，应该依循适当的途径，给予有心学习课语者一些实质的物质奖励，像发给文具或者一盒的客家小点心，来强化参与的诱因，活络客庄经济，有经济基础才能够带动文化创新。
至于要怎样讲义才能够发挥实质的作用，我只是提出一点点小意见，大家可以再多多脑筋看怎么样做比较好。有许多政委预算都用错地方，用于台大幸福纳税的血汗钱，应该用于检讨改进。像一党烟化海鲜为海的一年纪，要让政客作秀绑桩，了解人都奇怪的事情。一年纪全卖地方一千人可能卡，本来民间宗教性活动，民间是靠募款来反映，所以应该回归民间来自行募款办理。那么从那红光计哦，那应该讲说它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功能，它在客家语言文化的扎根工程上，实际上很无法去发挥显著的作用哦。政府不应该在编列预算来办这一类活动，这类活动赏赐那个契合预算，就作为改用于补偿上述语言保证所需的国家赔偿。那么其他真正有助客家文化的传承到创新的施政啊，就像一名军医广播的那名黄贵是老师广播客家的音乐要拿到国际接轨，你哈嘎维才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我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热心参与今天的活动，请台哥继续集思广益，让客语代代传承，让客家文化不断创新，成为台湾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谢谢。谢谢老师。